你早上的7:22，现在记者正在我们保安宫跟我们保生大帝参拜祈福，感谢众神们的保佑，感谢保生大帝的保佑，使我们化险为夷。啊，我们昨天539我们中了独支16，感恩感谢，抬头三尺有神明，不得不相信。啊，我们在外面工作，七分靠实力，啊，我们是很会算牌的，但是有时候牌子不准，哪有每一期都中？虽然经过13次，第14次中，我都是叫你们用到8期8期叫熬一倍，你不会赔钱的了，啊，你永远不会赔钱，啊，那个昨天那一把牌把所有钱都又赢回来了，啊，月初还有赢3次呢。你会输什么？我搞不懂。自己不要乱签啊！我做权杖一支，权杖二中一是全省有名的，做30年，我了解。啊，我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会员，从来不打电话或发简讯，啊，受他的感染，就说哎呀牌子不准了，心情不好，从来没有过。只有打电话，只有写传简讯来加油鼓励，在这边非常要感谢你们。这些大德啊，善心的大德啊，善心的人，你们有福气，你们就会有偏财运。相信神明啊，相信本人，本人有30年的经验，历练《民众日报》六合彩广告部主任，77年《太平洋日报》的六合彩广告主任，78年《环球日报》的六合彩广告部主任，啊，79年《民众日报》的六合彩广告部主任。80年创办《环球邮报》到现在，时间过得很快哦，啊，到明年就是我入报社的30年了。我有30年的经验在六合彩广告，啊，希望大家啊能够啊阖家平安，事事顺利，不要被旁边的小人、牛鬼蛇神、妖魔鬼怪缠着，要跟有福气人的在一起。看这个人是瘟神。瘟神呐、啊，你要跑得远一点呐、啊！啊，我的会员也是这样，啊，我不希望你这种瘟神的会员跟我在一起，啊，你没有给我伺候，你就赶快闪开远一点，对不对？没有必要啦，你去找别人，不要来找我。网络上昨天人家还在讲，他有几千家都不要钱，那你去找他嘛，你找我干什么？是不是？是不是你找他能干什么做什么？我请问你啊，就像妓女户那么多，那么一个服务好的就好了，那你还要干什么？乱七八糟啊！赌博跟色情是一家的了啊！赌赢了钱你就可以去大吃大喝大嫖，赌输了你就规矩矩省点钱啊！昨天我见人家发财金也中了，一人借888，每个人中6000多，哪个人？你不感谢我就不要了，赶快今天把钱汇过来，我也不要你给我吃红，也不要，啊，你自己另外签是你的事，我借你发财金赶快还给我，今天赶快回过来，昨天汇过去的3个会员啊，拜托拜托。